伫中正路下巷内有一间老店，叫做二二号。听讲市长林智坚若是要买肉酥互伊个囡仔食，安尼就会来这所在买。伫二二号下边啊，搁一间老店叫做美乃斯。美乃斯的创办人叫萧武雄。伊曾经去台北学习着肉干、肉酥的做法，后来将着伊技术传予两位四潘的外甥啊。四潘这两位兄弟真认真学，耍来嘛真认真做。而且海苔肉酥，而且纯肉丝，五香花生，五香花生可以买一下哈。妈爱吃了，啊这大猪公，啊这鳕鱼香丝，我的物件足多的呢。这对兄弟啊，每一工透早四五点都爱去菜市内底选温体猪肉。台湾牛，大胜。哎，这种的，这种一定爱用台湾猪嘛，对不？爱温体嘛。温体肉。哦。我走一款进口的，嘿嘿，哦，这种厚肉干条，方块肉。后卫，金钱肉干嘛吃啊？哦，金钱肉干哦。对啊，今晚无啊，今晚，这后来这一款的，今晚不能安尼做了嘛吼？哦，这后来啊，太快了，哦。菜市买肉回来，就要开始备料、对肉、甲炒制，完全传统手工做法。咦，还佫有卖咸酸甜哦？伫咧对肉的时阵，爱使用着荧光幕，用荧光幕落去对，才有法度将肉的纤维甲伊降互松。而且爱注意肉的 Q 度，较着新鲜。哦，真牛！捌摕着金牌倒转来。二所中肉铺了，这是中肉铺，也是成本，也是做生意人做起来的。生意人，嘿，啥人？做生意的，伊做生意爱成本较少啊。哦。比较过去的大量制作，这种用手工做的，一定是非常的珍贵了。